Hello， 你哋好啊，听到把声就知道系鸡髀哥哥啦。嗱，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我今日请咗边一个家庭嚟同大家讲故事咧？我哋请咗即食面牛公仔、凤爪妈妈、意粉爸爸。咦，咁我哋今日咧究竟咧同大家讲下咩故事啊？枯豆子。好，各位竖高两只耳仔，我哋一齐听下我哋呢个故事啦。我哋开始啦。快啲睇，快啲睇。枯豆子嚟啦！佢哋系超酷嘅枯豆子啊！好嘢！睇下佢哋嘅动作，你睇下佢哋威风嘅样，睇下佢哋戴太阳眼点影个样。哟！哇！枯豆子嘅名声咧响遍学校啊，传遍每一户人家、每一个小镇同埋每一座城市。在以前，在去年，我们都躲在同一个大头盒里面。现在我们都不一样了，但是又捞回一起。是啊，是啊，那个是美好的过去。后来我们就没什么见面了。唉，有阵时就是这样的。这个为什么越来越少跟朋友一起玩？你看，我很了解的，我和來自同一個豆盒裡面的豆變成了枯豆子。哦，他們真的太酷了。哇，一個懂彈吉他好厲害啊，一個就畫畫最厲害，超級英雄呼呼，一個呢就跳得比我好高。哇，好酷，超酷啊，酷死人了。我呢，知我就几乎冇乜点变，当然我做一啲好少嘅改变。我戴咗太阳眼镜，太大啦。我将我啲头发立去后面，太黐啦。我抬头挺胸，哦。我大步向前，哇。定系都冇人同我一对嘅，我啲衫都唔啱身，我笑嘅时候仲会发出奇怪嘅声音，我走路嘅时候都会碰到啲嘢，我确定我一个呆豆子，我开始谂我只系一个冇特殊天分嘅普通豆，我唔可能比得上佢哋，所以我都唔需要尝试。我永远都不会成为枯豆子的了。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豆，那个就是枯豆子，还有跟我一样的豆子。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，我继续过我的生活，一切都仲可以啦，考试啊，食下午餐啊，我几乎都系一个人。枯豆子仲系一样咁枯。我谂，我确定我系挂住佢哋嘅，都有少少咁啦。但系我又唔想讲啲乜嘢，我觉得我哋嘅友情越嚟越冷淡。直到有一日。我在餐厅不少斟张午餐栏都在我的牌上面，天啊，不是吧？但是奇迹偏偏在事情发生，其中一个枯豆子不知道在哪里走过来帮我清理干净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跟我点点头，就是这样。后来我在操场上面不小心跌倒，我膝头哥闪咗，话唔定我仲喊咗出嚟，所有人都望住我。另外一个枯豆子走咗嚟我身边，佢咩都唔讲，就系帮我包扎。晏昼我坐喺课室入边都唔系好专心，
我冇留意到老师嗌我，大家都喺度望住我。我安静咁样坐喺度，冇人讲嘢。然后大家都喺度笑我，佢哋喺度笑我。所以我今日过得系正式成为蠢豆子。但是后来一个枯豆子站在我身边，大家都望着他走来我旁边，他靠近我细细声地说、啊、老师你在32页开始读啊。接着他对我眨眨眼的眼神就翻翻埋位了。没错，那个只是一个小动作，但是很重要的。停得在回家的路上面，我一直都在傻笑，哈哈哈哈。我吃晚餐的时候都在笑，哈哈哈哈。那天我改变了一切，如果没有枯豆子的善良，那天我就很糟糕的一天。那天他送了给我一些信心，那些信心就一直在长大着。有些人帮助我，定是这样说呢？有些人帮助我。之后我又开始和枯豆屎约出来玩，我们没黐在一起，有时就在一起，就好像午餐的时候、放学的时候，甚至乎是周末的时候。经过这些事情，我了解了重要不是外表，而是其他不重要的东西。时间重要的是在对人的时间，给人一个眨眼，一个点头，一个微笑。重要的是帮助人的拍走身上的灰尘，帮人重新站起身，告诉他们正确的方向。你想不想帮手啊？唔该啊！呢个系最酷噶。今日嘅故事就讲完啦，拜拜，拜拜，希望你哋中意啦。